即时新闻综合报道，这两对夫妻怎么长得一模一样？34岁的乔许与杰瑞米双胞胎兄弟 Josh and Jeremy Sellers 去年8月在美国俄亥俄州一个双胞胎聚会中巧遇31岁的布列塔尼与布利安娜姐妹 Brittany and Brianna Dean， 结果双双坠入了爱河。如今这两对双胞胎将举行联合婚礼。据《劲报》报道，乔许将和布列塔尼结婚，杰瑞米则与布利安娜牵手。双胞胎兄弟两先前在求婚时煞费苦心，特定选在2月2日，刚好象征着二对二。当天双胞胎节目还以为是要拍摄日常影片而已，结果乔许与杰瑞米竟在他们面前单膝下跪。布利安娜说，那真是最神奇的时刻之一，好像在拍电影一样。她们姐妹和乔许与杰瑞米兄弟就像是灵魂伴侣。这两对双胞胎新人将在今年8月于俄亥俄州特温斯堡成婚。